好啦，呢部推出嚟最快推嘅啦，一部黃色冇得比較靠譜少爺啦，白色冇得出得好快話耀槍之星啊，第三就紅色冇個高分馬勝利黃星，反而咧就喺第四位撳翻住先咧，見到係黑色冇個不輝黃星嚟噶，四點啱曬鏡頭噶啦，轉緊600米彎嘅時候啊，咁啊中檔咧話撳到實都好反應，呢筆咧就係耀槍之星啊，裏邊內檔黃色冇就靠譜少爺啦，開邊就紅色冇高分馬就勝利黃星，轉出開邊外檔衝咧就係黑色冇個不輝黃星啊。好啦，得到嚟最後直路，仲有250米路程啊，到終點啊，走中檔仲係佔先少少，耀槍之星啦，拖翻住先，開面砰砰咗上嚟，見到係勝利黃星啊，裏邊反而推騎幾步咧，反而唔係咁多，就靠寶少爺嚟嘅，咁啊，第四位咧仲係輝黃星冇變過嘅，好啦，過終點贏第二組試集就勝利黃星跑第二名就耀槍之星，第三名靠寶少爺，輝黃星啊跑到第四嘅。